分享这些八五的这些视频，可能很多人会给予一些比较严厉的批评，但是我很想告诉他们，这是我可能学20分钟我就放出来的，我大可可以学好久好久，然后甚至是我找专业的团队去拍。但是其实我想要呈现的更是我很生活的状态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鼓励一下，就是我这种喜欢分享生活的人吧。